261，要笔记一下。拍照吧，拍起来。拍起来了 ，OK 啊 ，OK 啊 ，OK。261，261，261。微笑，很好。再来呢，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做轻腿的部分，怎么样？半点三半有那种。换小指，好，来这个接放一下，好，小刀，好，我们有两个动作，第一个是沿着这边呢，哦，它会有一个骨头，就是我们拿的时候，虎口一定向外，就是向外，这边有一个虎口，虎口一定向外，然后拿到的时候呢，就是刀子呈45度切下去，从两个骨头，肉跟骨头中间会有一条缝切进去。往下压，哦，然后这边会有一条韧带，这一条韧带我们把它切断，有没有看到这条白白？没有，看得到吗？我们把它挑出来，这个韧带啊，哈，它韧性很强，所以我们一定拔得断，可以把它割断。好，割断之后呢，我们就往外拉，好，这骨头部分就去掉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啊，213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先做这个动作，之后，好，之后我们拔完一堆鸡腿之后，我们再把骨头去掉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做的三件事情。哦，过去，好，第九，186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先做轻腿的部分。轻腿啊，那个好了嘛？哦，好厉害！请问这个要练多久才会练到这种境界？基本上啊，功力好的话，三个月。基本上杀了30000只以后就会升一级，对，所以要升到组长的等级，大概要100000只。啊，刚刚外面那个厂长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从18岁杀到现在，那个等级已经破表了。我听起来，过来，